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星。我们这一场呢是迪士尼公主的角色场。Home 好像没有人想当恶毒 Home 这个角色。白雪公主。五号在阅览室，然后九号在看热像仪。然后我刚刚去那边读信件之后，九号看个热像仪，我出去，他就追着我跑，然后他就自己爆炸了。我一开始坐在电力室前面吧，然后我就看到 IY， 我就跟 IY 说 ：“IY， 我可以当你的鞋子。”我的公主在哪里？我刚刚一直在找那个乐佩公主。埃及之森在凋谢那边，然后通知中断，然后就一起过去了，然后就往下走，打算去电力室的时候被调过来。神仙将我被教成教师，我要保护最美丽的白雪公主，我要保护白雪公主，我要跟最美丽白雪公主。我最后会只在居然沙外在观景台。玻璃鞋不是仙杜蕾拉的吗？我觉得三号应该偏好吧，然后四号他很卡，然后我觉得八号他有一点怪怪的。一开始出生在我的房间，然后我在我的房间找不到变色龙，变色龙你逃哪里去？然后我去那边投饮料，然后急救室接癫痫，大厅接癫痫。这里露天泳池有金水，应该很多人都有看到。然后最后是跟十号在客房，十号走之后我去急救室，所以十号可能不熟。我看花木兰，她任务条确实是没动，但是她刚也没打我。她说什么？她要当我的保镖。然后呢，我刚上一局跟仙杜瑞拉借了南瓜马车嘛，这局再跟她借一下玻璃鞋。等一下，刚刚急救室门口的餐厅那边不是有一堆人嘛？然后我刚去了一下厨房，然后出来之后，我往储水间的方向，我就看到一具尸体。仙杜瑞拉的玻璃鞋是被炸弹炸死，我有收到炸弹，但是我忘记我传给谁了。然后三号又死了，我们最后一群人在店里，你们四个都不会出这一刀。在监控室看，好像是15711吗？可是如果这样排完之后，剩468、欸。玻璃鞋收到炸弹被摔碎了，它变成碎玻璃了。468可能出嘛，玻璃鞋是被炸死的，二应该是被刀吧。468出一个是谁呢？我刚卡，然后卡到现在才回来，我一个任务都没做。
我刚刚一直在找我的主人乐佩公主。阿歪，我刚不是跟你走吗？白雪公主、乐佩公主走，然后他们传给我炸弹，然后就传给玻璃箱。不要刀我啊！我是好人带刀啦，那个五号一直绕在我跟十一号旁边，太可怕了，所以我把他枪掉了。然后我还是没听到十一号跟我说什么。所以五号是你枪，我看一下哦。那这样这局狼就没有刀嘛？那我这轮应该是可以把我这个青蛙王子啊，他刚好跟我讲他的身份了，可能偏好。这局可能就要小怀疑这个八了。虽然你第一局是没刀我啦。但是我看你扔条是没动的，最后好像是跟四七八在泳池那边。我可以大宝阿歪，我有跟他讲我身份，刚才就一直在找白雪公主，然后没有捡我，就这样。通讯是我解的，炸弹是我解的。你为什么一直怀疑我？明明我任务就有动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是觉得八号怪怪的。就是第一轮的时候，我不是说八号他怪怪的吗？然后我到现在都觉得他还是怪怪的，感觉他好像没怎么做任务，然后七号好像也没怎么做。你确定通讯是你解的吗？然后我觉得十号应该是好人吧。乐佩公主，乐佩，乐佩公主。哎、啊欸，你刚刚是要跟我说什么？哎、欸，乐佩嘞？你刚才不要听到。尸体是倒在厨房那边的位置，然后十号跟在我后面，我跟十号，诶，还是诶，诶，可是四七八我都可以保，四也不肯出真刀啊。七八刚在阅览室，然后四刚从雕像那边走过来，他不可能出这刀的，会不会是仙杜瑞拉？可是你要说仙杜瑞拉走在你后面，还是乐佩你刀到线人呢？感觉都怪怪的。我刚刚在找白雪公主，最后位置在雕像，看你们要出几号吧。欸，很恐怖欸，我刚刚是跟在乐佩的后面要去解炸弹，然后走在我前面的乐佩他突然排湿，可是阿歪又说好像他们三个都不湿，那就很奇怪。我任务都做完啦。这边没有。这边不可以刀我。乐佩。你好了。乐佩。我刚解不了了。好睡啦。很难玩呢。有了。
写那么慢，乐佩，乐佩你怎么那么晕？乐佩，乐佩你好晕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喜欢的话记得分享、按赞还有订阅我哟，拜拜。